好，我们选无耻角色了。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，就是疯狂的拜。啊，今天他大涨的时候，我都做空啊！干你妈的！人生好难啊！他大涨的时候，我都做空啊！坐吃山空啊！龙王之翼是唯一一等出现袋鼠的时候可以拿的，应该吧？鼠党只要买到鼠党就可以先睡着打一个，就可以先睡死5分钟了。伙伴，你这次的战术是什么呀？你一加一不给我就算了，圣盾不给我就算了，你死神也不给我，这要怎么办呢？不是连袋鼠都没有，真的是不行。我输了，我打输自己，我要打输对面的猫了。好吧，失去。身为一个直译，我人生像个笑话。你回来了，哎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哎呦，打得赢我。干汉堡神偷，不要闹！汉堡神偷，汉堡神偷，你这样会偷一只恐狼哦！干完汉堡神偷按了，恶心找老鼠，先积功德。干，现在只有积阴德了。趁胜追击呀，朋友！哎嘿，哎，有我打死你！很好，他花两滴血偷我一次，可以接受。我们现在是鼠党老大，哪一个像干？我也不太喜欢那家。不要紧张嘛，先拿着嘛，先过一天是一天呐、啊。那就看到对面先有鼠党，真的吗？要直接刷吗？因为刷到了，然后他有鼠党，干，那就是命不好。哎，投死，耶、yeah ，直接获胜。鼠党老大，耶！比赛结束，比赛。好，睡，不打了，先去睡10分钟。猫跟头蛋应该 是要选头蛋的，因为头蛋跟猫都是两瞎，但是头蛋还有一个升级空间，外加上它是可以隔墙打字的，外加上它是武功，所以它等于是9，应该是这样配的。趁胜追击呀，不要干干干！等一下，你他妈的两个哪里来的？好，没事没事，平手平手平手。我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雇用哦。他可
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赶他那个哪里来的，吓我一跳。我也学你这老狐狸，我他妈这么可爱，你们为什么要搞我？你见过探险者协会的人吗？他们人超好，哦，帽子又帅。哇，怎么还是吵架啊？啊！我怎么只有两只老鼠？投一个蛋，快点！再投一个蛋，哎、欸！炸弹干嘛往后？炸弹不就是能先丢先丢吗？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哦。可以的话，最好还有一张刮刮乐。好想刮哦！啊，好弹啊，初爹。苹果的钥匙圈关不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好，为什么我把小鱼放前面了？我还是没哦，因为有这个，有这个击败人，但我有一张。啊！我只开了三只出来。好，现在都还在一换一的范围。啊，那我输了，我要二换一。哎，对，我要二换一了。没关系的，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挫折。像这个其实不错、啊，多炸几只嘛，没有什么，多炸几只不好。不急吧，我应该不急着现在拿吧。小妈有帮助吗？大家攻击力都是天文数字的时候、啊、可能没有到天文数字。当大数攻击力都是这个数字的时候，小妈好像，我觉得拿这个然后刷看有没有三合一吧，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把那个炸弹合起来。哦，这么多，哦、也是可以哦，拿两个洗一次。反正这个过渡都快要可以出手了。男爵炸弹肯定是爽的，没有错。嗯，那、啊、这个叫小妈，干熊妈叫大妈的话，这就是小妈。应该会赢吗？啊干！咦，这样子是平手。战斗真的有。
小妈要拿吗？拿吧。又拿爸爸，又拿妈，又拿妈妈，又拿爸爸，就可以走了。同虚，没用。哦，收割机。这个，出来玩游戏哦！铁骑军团，消灭你们！不要怕这过度了，待会再处理就好。这个说明打不死、欸、真烦，这样这样。总之，在这个圣盾岛之前，这个能先炸完，赶快炸啊！小妈直接守，什么小妈？小你妈！啊、拜。炸弹能拿，肯定是拿来炸的。这怎么会？我就不要了，这个也不错啊。我想要不拿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可以换掉这个啊。只是现在左边需要挂一个嘲讽起来，这个就不拿了。那家伙有可观的攻击。不要，你招募的部队看起来很厉害哦。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没想下这个好，还是下这个对啊？哎呦，好吧，过渡一下呗。没有，要拿这个去架这两个傻逼啊。之翼强的东西就是你套一大堆死神，就是你不论最好的来源有两个啊，一个是蜀党老大，应该没有为什么。第二个是套一大堆三一那个死神，那个三一死神其实也很强。就套一堆那个也是很烦的。啊，德加没死。噔噔噔噔，干，啥不撞撞的盾 ？Overkill。Over。哎、欸。Over。那下一个要谁走啊？谁要先出去一下，让我把那个盾架起来？你要负责砍人的，这个先拿嘛，对不对？这只要合起来就不用了，我来找一下呗。这是个正确的战术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蛇蛇来嘞！那就可以卖掉换手蛇啦。我也不太喜欢那家伙，买了金币，花
开门报告。一零七种，你说这个种怎么可能？这不是核心吗？恶魔三九没有那么好，原因是因为恶魔三九内建嘲讽，怎么可能走这个？傻子吧，走这个还玩个屁啊！那一零七是谁啊？第一只狼放第一位。哦，十零七哦，我看懂了，对不起。你办到了，现在啊，你遥遥领先。干龙王驾到！收割失败，你打了一大堆残血花小。哎，漂亮，打到多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三刀收一只，很好很好，刚好八滴。召唤妈妈，多来点手下是个好主意。轮水鬼蛋。你先拿个大蛇，大蛇干毒野兽跟大蛇好像，应该拿毒野兽说比较好。有没有可以三合一？报告没有。有没有可以三合一？报告没有。有没有可以三合一？有。能让你凑成三合。三六只能叫这个，干他妈很强。手不要发抖，你办到了，现在啊，你遥遥领先。我觉得我又不想拿甩棍，不然甩棍肯定还好。你这个炸神他妈平均，没有，我想说弹能用就先用了，不要想说，对不对？我就把它放第一个，主要一个是扩散比较不痛，不要扩到这个，对吧？这个毕竟比起干什么其他大师，这个这样炸还是最快把，等于是最快把死神兑换。我的打法，我的想法是这样。多什么神啊！干你妈！我又拿了个老鼠，是不是还没有生过？龙家两个毒龙，毒龙说不定要准备一下。对啊，这个先去打十分钟嘛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放前面哦，没有，怕的是他第一刀下去就一起死了，所以你一定要摆这样。因为最惨的情况就是没有吃到 buff， 就要不你就要这个先撞，这样对吗？你想看？有这有圣盾，是这个先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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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先撞。哦，大蛇哦哦，你对。这个先死也好，应该要摆正才对。为什么没有声音了？什么东西？付钱了吗？你办到了，现在啊，你遥遥领先。
哇，死神卡场。没爆吗？哦，没爆。大神品收割，哎、欸，通通带走。下面一位，其实应该想办法把男爵变金的，对不对？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啊，真拿不了，没有手，呵呵，这也拿不了。这也拿不了。妈妈，来不及了，没有位置给你坐了。加强一下，加强一下，这样有加强一下，加强了一点点。所有人都盯上你了，小心一点。甩棍有点危险，甩棍直击四级会蛮陡的，但我觉得他的阵容应该是变不了。哦，他有喷喷，干喷喷直击就很危险。带走一个。两发啊，死神刀。不过他这个强度看起来不太够啦，对吧？他最大的伤害就是、那个也死就结束了，再走，耶、yeah, ！下面一位啊，没有下面一位啊，打完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听说主上老大神他妈厉害啊！